今年职教会新港消防分队长尤尚华，昨昏在会场叫出四个义工，促使乌烟十条乡奋起殉职。真侪同事甲亲戚五十真唔甘，去灵堂甲悼念。工队小队长伫受访的时阵，也感觉真悲痛。在我们这个单位发生这种事情，连居民都很沉重。尤其这么一个年轻的优秀的一个分队长，平常领导体力都很好。这样走了，我们大家心里都不舍。在殉职事件发生了后，新竹市消防局也甲人民找相片换掉，表达哀悼。这嘛，搁一届引起外界关注消防员的工作权益甲治安的问题。今仔日早起，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聚集伫民进党中央党部头前，呼吁政府应该重视甲提升消防员的职业安全机制，落实公安承诺，全面投入治安法。因为这十年来已经有44个消防员不幸殉职。不过，加州执政党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对消防员投入治安法的诉求，算是拢结外挂。真的希望，如果要根本性的改变消防员不断殉职的悲剧发生，应该要尽速的来落实公安的承诺，以及全面纳入治安法。我们持续跟消防员还有相关的团体以及基层消防员，希望能够持续的沟通，来听取专业的意见。我们也希望取得最大的共识。针对公务人员执行职务意外伤亡发慰问金的情形，考试院已被通过修正案。慰问金会由代票600万调高到1000万，希望减轻公务人员为主的负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